哇，里面全都是我们的小蛮腰，还有签名呢，因为怕拿错就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对，生怕喝不到。哎，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把包菜放到冷冻里？我想，这个太，这是谁干的？是谁昨天去市场买了菜？这是谁干的？还有洋葱，节目组，我表哥，工作人员，他们想诬陷我们，谁干的？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放了，其他地方都放满了，只有那边有，我就全放那里边了呀。好，我觉得他厨渣的本质已经暴露出来了。我是厨霸，谢谢。他厨渣已经暴露出来了，是厨霸。我上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我发现这里还有冻芒果耶。对。哎，有好多冻起来的水果，因为这个芒果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芒果冻起来吃特别像冰淇淋？